都未感觉怪怪。咩啊？阿威，你上声音啊！阿花花进来，你怪咩地啊？台湾台南县一名58岁的男子阿荣，几十年来裸体在村子里活动，而村民因为阿荣相当温和而且热心，因此也都见怪不怪。对于这个一丝不挂的男人，村里的老人说大家都见怪不怪，而且阿荣对于全村大小事都很清楚，经常热心免费的到处帮忙，有些人会好心请他喝饮料，但是如果要送衣服给他，那真的大可不必。中年呢？啊，你都没看啊？没了。你那假的。这几天寒流来袭，阿荣根本不在意，晚上睡觉时他最多也就套一个布袋，不过他最在意的事就是洗澡时有人看他。看他一身古铜色的皮肤满村跑，甚至还有旅游团包车来看。有人开车来这要看阿荣的哥哥表示，他因为小时候疑似因为发烧烧坏了脑子，就一直裸体不爱穿衣服，家人曾经用链条绑着他，但还是没有用，而由于阿荣相当热心而且温和，结果反而成了全村的开心果。